水果蔬菜二加三，每日要食两份水果，三份蔬菜。记得拣新鲜嘅蔬果，水果最好原个进食。出街食，拣有蔬菜嘅菜式，或者加碟灼菜。自己煮就每餐用唔同嘅蔬果去配搭菜式，或者当做小食都得。食足够蔬果，有助减低患上多种慢性疾病嘅风险。想身体健康，就要日日水果蔬菜二加三啦。